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 OK， 现在我们来挑战这一次的地狱级关卡暖身悲歌实验体的步行。那我们用战马队来打这一关，然后我用了战马队，个人觉得比较适合我这种手残然后求稳定的玩家们的队伍。那我是用这个龙科，然后龙科其实你带正常就够了，然后不要带那种无视属性攻击的。然后好，然后剩下怎么打我们在关卡里面讲解吧。然后大师用这队打几乎都是用魔的，没办法一次，有些关卡没办法一次解决。好，刚才不知道什么卡住。好，我是人体与是派拉瓦，我们合二为一体。好，这一关就是大于七康火才可以，然后对于大师这种手残玩家实在是很困难。是很困难。那这个好处就是，不用担心回血的问题，但是这你不能低于鸡汤不太多哈。好，再来。添加，那是天降，没有。太快，还好没死。好，有了。第二关，然后第二关我们把战马开起来，风华元武阵，然后这边就两秒转住哦。我怎么觉得我要死了？这开始干嘛？哇，这个我好像不太好转。好，两只战马基本上，你即使手残的玩家，也可以很好过了。像转这么烂都很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的话，绿一点可以比较好。OK， 下一关，最重要的第四关。那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先把五个手消五 combo 解决掉。然后这边就是一直开含羞好的五 combo
1、2、3、4，没有。哦，有，我看过。那、这边可以顺便把蛋集起来。像这种就没很难集 combo 数，所以就算了。可以吗？好像没办法了，没办法。啊、这个总怪也不会死、啊，这么对这个几乎死不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磨。除非你没有战马队啊。OK， 再来，竹子弓。没关系，我们再休息。通常那个绿色那一个连珠在左右边最底边是最好画的。好，我们先等待一下。哦，就是这边，哦，这边是最讨厌的位置。哎、啊，还是小弟开啊。啊，这边应该可以了。想想。1、2、3、4，五，哎，少数一个，好，这边应该会快转掉，一，好，2、3、4，五。转这个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是的，好，再来，这边就不用担心，就是十命的了，哦，拿到成功为止。缺点就是要有一点耐心啊。应该有了。好。OK。1、2、3、4、5。少一个，好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，好，这边最重要，我们把，好，开战马。然后魔界植物召唤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12颗的话有点不够，应该15颗。其实这边可以再开一次战马，只是我觉得应该不用。好，这个时候开阵的话，把木符石往左边排。然后哦，这还可以，这版面可以。然后再开含羞草，然后转完之后要绿龙科，不然伤害可能不够。好，啊，各位忘记这事，我的伤害忘记开。哇，这样可能要重打呢。好，我们再试试看，如果不行就算了。
因为不然讲座时间不够，刚忘记开了。好，这是不好的示范哈。要开这才对。总的不是很好，啊，没关系，好嘛，就过了。啊，这是意外，出错的剧本。理论上应该是战马开起来之后，然后三马尔开起来，然后再开正就好了。含羞草不要开，好、哦，会比较好好转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这边要炸板，自己不用啊，因为这边的话，我们不要手下木桌就好，跟手下也没关系啦。把它切掉，然后这边大家都慢慢磨就可以了，比较花时间，但是一定会过。哎，我刚笑到了，啊，没事。嗯，啊，尽量不要被烧到了。应该是不用开，想一下，按到放上面，我又小到。那、啊、你用吸血可以，像大师刚刚跟不知道想什么，你失误的话也不会死的，你会吸血，你可以慢慢吸一吸回来。那如果你玩得大，就是大板吧，就能开什么就尽量开。就增加我们的清的速度。不要按错了，看啊，不要跟大师一样，服死。这个二蓝烧柱子很讨厌。应该是比较不会排柱啦，所以说像我这种不会排柱都会过了，所以你一定会过，所以不要怕。想想，那先不要理那个，这样。被烧的话，就是血量好。好，再来。三四五七。
会磨比较久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求过就好，永远求过，不要急，急是成不了大事的、啊。好，慢慢磨啊，现在慢慢磨，反正最后一定会磨完的。好，继续磨。好，快结束了，各位。哦，好险！好，再来。OK， 好，我想到了。这样，我都是这样子绿珠珠的，我觉得紫的。可以。还没。最后一回合了。好。那这一段可以顺便把技能全部都洗回来。然后这边都炸板，等一下 ，OK， 炸板，然后再开要含羞草，下一关是 OK， 这样应该就够了啊。好，可以。你可以在那边绿的那个藏马的 EP 值也是 OK 的。好，看一下可以打过去的。然后我们先刷一下，刷一 combo， 然后让他们帮我们一下，才有吸血的那个效果出来。没事，没事。好，这边就开技能。魔戒植物召唤，然后这时候开树林斩妖拳，妖斩拳，树林妖斩拳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一回合内，那你是要开黄拳，或者是我看一下，哦，开上麦尔好了。你去开阵也可以的、啊，就是阵会把木夫石排好，因为阵的功用在第四关就用掉了，所以我们开红修草跟三百。那龙科我们第二血王二血的时候再开就好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其实装很差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应该还是会过得掉。
看一下。母猪火猪没办法 ，OK， 母猪火猪还在。我们十二秒，不用怕。这样吗？这样。好，完美的，完美的叠猪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开龙科，然后这边的珠子你没办法全部滤掉也没关系的，就用龙科滤掉。好，来，应该也是打不死啊！啊，因为当时的打法是球很稳、很稳、很稳定，所以这边其实你就慢慢刷，你也是会过的，就比较慢啊。那只是会麻烦，就是新珠一定要有至少三 combo。要不然会让他让敌人补血。他这边就慢慢磨过。当然啦，你如果对第四关排毒很有信心的话，你也不用带阵，你可以带木妖精，这样子你在玩恶血的时候会比较好打。因为攻击可以继承嘛，从玩开下去你可以继承。这边就慢慢磨，把它磨掉就可以了。啊，不是，怎么不很好？好像这种就很尴尬，你就不能滴太多。OK， 好。好，继续磨。但不怕，因为我们打的也不多，所以。即使没消到仙珠，他回血的血量也不会太多啦，所以就慢慢磨没关系。他花的时间长，像这个情况比较尴尬。这样，不过还是缺一个星珠。好，基本上下次看波血都回来，所以很稳，这一波很稳。就是这样磨到死就对了。那珠子能消越多越好，这就是废话。那现在这边就没有什么压力了，还会缺珍珠，很好，一直缺。
还行。清楚，然后可以结束。有点回应多。Nice。升华剑姬的转运大师刚刚被逆转。啊，这飞行机。还是缺。扯。哭了吧？就是，然后这个队伍推荐大家，对于第四关没有把握12秒把它排完的人的队伍，简单嘛，只是要花点时间而已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个就可以推荐给大家喽。然后大师刚好打完三关，有动态造型了。我们看一下的动态造型啊，在哪里？这只。哇，好无聊的动态造型。好啦，那这个队伍推荐大家，希望没到换到频道左右放图片，按一下订阅，右脚订阅铃铛跟按钮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就能收到通知哦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这个节目收看，拜拜。